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4月25日，这是今天第三场读报点评节目啊。今天看到看中国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到这个习近平军改目的是什么？他说军改是为第四任做准备，也就终身制，还想干一任啊，干一届。他其中讲到了这个战略支持部队撤销了。现在改名了啊，他为什么要撤销？我觉得他这个里面有一个说法呢，其他媒体都没有报道过，应该讲有道理啊。我们来看他怎么讲。他说，习近平主席启动的中国战略支持部队，曾经被授予是未来军队的期待，寄希望很大哈，但干了9年，就宣告解散。日经亚洲报道，该部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存在时间最短的重要单位。就是他，你发现啊，突发奇想，总想标新立异，和别人不一样，但是往往是什么呢？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就是想一出是一出啊，动不动就变了。这包括刚才讲这部队的事儿，这部队可不是一般的事儿，你轻易不能变，它就变了，才9年时间。这支部队呢是2015年12月31号成立，当时就是把陆军、海军、空军、陆海空还有火箭军同等地位啊，和那些军种同等地位啊，这格是很高的，叫战略支持支援部队。但随后呢，在新一轮的军队改革当中就撤销了。他以前为什么军改呢？就是以前不是，江泽民的时代、胡锦涛的时代都沿用毛泽东时代那些，叫几大战区啊。几大军区啊，他现在全都改成了5大战区啊，也就是为战时做准备，就是张牙舞爪的，是吧？实际上给美国惊大了，用不着这样，你就是正常的训练就完了，对吧？实打实训练好，能和能战，他不是，他这么一整，目标很大，忽悠很大，其实就是就备战，另外把自己人马安排上去，把以前江泽民。会想纵容的撤下来，为了自己的安全啊，报终身制，他就不想下来。他撤销了以后，15年成立最初的时候，他说这支部队描述是一个高级单位，领导人员就是将军或者中将，就少将、中将啊。他为什么受到重视？因为他是习近平亲自设立，他就想和别人不同嘛。那么他讲到了，这支部队啊。负责什么什么业务啊？说但2016年一篇官方文章报道给出了部分解释，说这支当时成立的部队呢，一共有3个部分，一个是网络战的部队负责防御黑客攻击，或者是他攻击别人。你看今天比利时，今天法广有一题说比利时就受到中国的网络攻击啊，这是刚刚看到的。新消息：比利时外交委员会指控被中国黑客攻击。等会儿给大家介绍啊。你看，这支部队是干这个的，然后太空战的部队负责监视间谍卫星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因为你用美国这个 GPS，你将来麻烦他给你搞一下怎么办？是吧？说他自己另搞一套叫北斗。电子战部队负责破坏敌方雷达系统和通信。根据最新的军事改革，战略支持部队被撤销了。组建了以下3个部队，一个叫什么信息支援部队，负责信息搜查和分析；二呢，通天军将指挥太空战。你看，它目标更宏大，准备在宇宙当中，太空和美国开干啊。网络部队，网络空间部队负责网络防御。我估计他这次吸收那些年轻人，肯定都是网络高手了，攻击咱们这个都是啊。他，你想想。穿个马甲，换个假的身份，这都是虚拟空间啊！你看那些 email，每天我跟你讲，没有几个真的啊。这个一看都是些大忽悠，是吧？这个那个啊，智商都很低的，一下叫别人识破，那是阴谋，是吧？我从来不点链接，又不点附件，你不管附多少附件，就给我1000万，我也不点。为什么？咱也不要你这，咱们也不进这个陷阱，是吧？咱不浪费这时间，有的时间在躺着睡觉，是不是？你看，网络空间负责网络防御，还有呢，据称这3个组织的领导者都是中将或者少将级别的军官。
啊，这是他介绍的。根据中国官方的信息呢，战略支持部队据说是2014年秘密筹备，继习担任国家主席一年后，距离2017年党代会还有3年时间，也就早早的，其实他就想着靠军队来这个把权力控制手里，不想下来。你看他搞那个军民融合是干嘛？不就干这个的吗？所以我估计他手下有一批策划师，也就是陈曦吧。你看陈曦，你出来看呢？眼皮都耷拉的了，脸基本上我看都面瘫了，基本上是吧？累的，整天就在想怎么整别人是吧？出这些坏点子，越出越完蛋，一招招就把习近平整个就变成一个与国际社会这个对立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你看现在国际社会，习近平你说这个已经到什么地步了？可以这样讲，在海外就老外，你随便问一问吧，都对习近平没有好印象啊。他给这形象整完了，给中共反正也整到了悬崖边，也是个好事儿。他说2014年习的主要包括拘留就是徐才厚啊，郭伯雄。他这里讲到徐才厚是因病去世，其实不是，他给他那整死了的，对不对？什么去有病？他这没病的，身体很好。他要想着整谁，那肯定有他的理由。为什么他留着他可能成为舌头了？审讯的时候也不好，乱讲也不好。就直接就灭了。郭伯雄可能是态度好，信守国家机密了，反正他知道那事就烂在肚子里了，是吧？可能徐才厚不服，因为徐才厚是大连人嘛，那大连人这么讲都比较刚啊，那是比较刚烈，是吧？轻易不会屈服的。这徐才厚倒霉，他这死了以后，他的哥哥本家兄弟徐老三，是吧？他是他表兄弟，也跟着他这个如日中天，最后怎么样？这个大家族啊，几百个企业全军覆没，是吧？那就是因为徐才厚死了以后，他家那些人还整个在这大连的那个这个官场、商场上，就是交际场上，他还乱讲，张牙也是张牙舞爪，这个不收敛，是吧？将一汇报上去了，直接就灭了，全都抓送监狱去了。那这个徐老三我太熟悉了，那过去不就长兴岛的吗？就瓦房店的呗，原先那有个工厂叫三枣蜜嘛，生产那个女子足球队，他赞助的。这个我太熟悉了，那些人，你就别提了。那徐老三没什么水平的，傻了吧唧，也是个这个这么讲没有文化的人呢。不过那个人属于一个就是乡村里边那种叫这个老大吧，在当地反正就是挺讲哥们义气的那些人吧，就那么一东西。你比如说从瓦房店监狱放的人，一般他都给俩钱儿，知道哄一哄。因为你放回来肯定很穷，只要找到他，给这个3000、5000的、1万、2万的，就是让你救济救济，所以人都不忘，反正就是黑白两道那么个人。由于有徐才厚这个关系啊，在那个地方就是搞生意了。你这一搞生意，党政的官都到他手里去了，最后还当了什么京港什么新区管委会主任呢、啊？那个官当了不少，而且他的家族建了很多企业，搂钱搂得很厉害。那当年李克强也去拜呀，申顺元也去拜。辽宁官也没有不拜长庆岛，长庆岛都搞到什么程度了？搞这个港口都和新加坡合干，你就想想，那看谁的面子？看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对不对？徐才厚又提拔了于永波，就将军之相瓦房店，是不是？所以这都是内斗哈、啊。估计在监狱就完了，就是人财两空啊。前两天我看个小视频，都不像他当年了、啊、哈。那个看样就整傻了那个人，跟以前不是那样，那以前那个人。那个人可出手大方，那真是吃起饭来，那都是每天山珍海味、海参、鲍鱼、大虾是吧？小姐成群呐、啊，那卡拉 OK 呀、啊、桑拿呀、啊，你他可是腐败，我就厉害，那谁都扒他啊！我没怎么和他交往，说心里话，因为我也看不上他那个素质，是吧？另外后来建东北办事处了，我都跑黑龙江、吉林，我说心里话，我还都没瞧起他那小官僚，是吧？我那时候也有点就是头脑发热，这人都是这样，是吧？哎，现在想想都幼稚，一个小记者算啥？说咱们也说心里话，也是缺乏自律，是不是？要怎么咱们闯那么大的祸？又不是也穷嘚瑟吧？哎，我要跟你讲，这习近平现在是穷嘚瑟，嘚瑟大了。习近平是在全世界穷嘚瑟，是吧？也搞这个得罪了军头。他说清洗这两位领导人，进行前所未有的重组，说一方面是确保军队呢的忠诚，另一方面呢。就符合2027年的政治议程，就准备2018年修改宪法，然后就想连任搞终身制。他想这事啊，他说2022年获得了中共总书记第3个5年任期啊，后边这些五讲都重复了，因为网上都有。我要告诉你，他这里这篇文章唯一的新意是哪里？他其中谈到这一次他把这个军队撤销了，
原因没有媒体报道，他这篇文章很有特点，就什么呢？气球事件，对，他分析的对啊，他就讲呢，2023年2月，中国在南卡罗来州海岸附近击落了一架高空气球，美方称其为中国的歼敌歼十气球。这一事件使中美关系紧张，也就是那个时候，习近平不知道。习近平是这样，我估计习近平下令让这个部队啊，就是搞一些侦察，侦察不就报个气球吗？对不对？他是原则上同意的，但他这个细节他不知道。他每天你想也是吃喝玩乐，养尊处优，听这个菜鸟丁薛祥汇报，他哪能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肯定是告诉你们要侦察，睁大眼睛盯住美国，但怎么盯你不知道。结果他在这跟着美国要搞好关系的时候，突然一个大气球飘到这个就美国领空了，对吧？这大概率的啊，我认为这个是底下的人呢，或者底下的鹰派，就是个战略支持部队里边的人故意搞事儿。就叫他出丑，人家属于鹰派，不愿意叫中美和，就喜欢打，也可能，啊，所以谁负责这事儿，就是这个部队，这个部队气球就部队方，他这分析对呀、啊。所以对此，他说呢，习近平或许未能充分意识到他支持的战略支持部队与气球之间的事件之间的关系，也就习近平可能对这件事很生气，一查原来是他们搞的。但你批评他，人家有话等着，他说我是按照你的指示。侦察呀，把那个气球就是个大眼珠了，飘到美国的上空。因为什么？因为它高度特别高，属于模糊概念，就是一般国际上约定俗成的哈，那么高的就不算侵略。所以美国火就给他击落了，老美不管毛病，这一击落他很丢人。那布林肯不就是吗？都已经到了南韩了，再迈一步到大家门口，结果变成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一过家门而不入了。这会儿又来了，是吧？就布林肯这会儿落到上海，肯定心情不一样。从上海天空往下一看，我的天，落这个这么不容易，上次转回去了，现在又来了，是吧？这老美挺有耐心的，你得看住啊。这老拜登官场游子很会玩儿啊，他是在这些方面很软装的，但军事上，哗，全部给你关键部给你放上了，镇海港给你俄亥俄核潜艇放上，是不是啊？在那佐世保，日本给你放上航母，是不是啊？在旅顺岛，我给你放上中岛，就能给你围了。围了以后，我再派这些官员去，用笑脸是吧？用弹性的去一趟，耶伦也来了，这个康达也来了，这个布林肯也来了，给你感觉好像还有这回旋余地。这习近平整个就在玩死了。这个老拜登厉害，我告诉你，老拜登比川普聪明多了。川普属于什么呢？耿直的人，这么讲吧，没有经验。你玩中共，玩习近平，还得穿拜登、老拜登这种官场老油子，狡猾的、大大的，我告诉你，让你找不到北。那习近平不好判断，他打不打我，他也不知道，就让你悬着。那川普就一句话，啥底儿都交给人家了，是吧？就像我老家的，就傻的，愿意讲实话。人家狡猾的人都讲一套做一套，这老拜登是典型的讲一套做一套。你看现在把中共搞的是吧？你看这一招招制裁，基本上完了，6纳米以下的芯片没有了。完了，军事呢已经关口前已兵临城下了，再也不是说64那个时候那个形势，那个形势人家美国是道义上谴责，人家是没有什么实质性举动啊。你这会儿你等在颜色革命，你看一看，你老美不用进来，老美就鼓动国军就行，国军就打进来了。我跟你讲，然后整个中国灭啊，到那天你看的那个中华民国那个大旗子就举起来，一定是啊，这三民主义嘛。你就想老百姓对共产党多失望。老百姓都希望国家统一，但是一定是在民主的基础上，不会是专制，对不对？随便叫人动，整天抓呀，动不动抓起来。你就看这83岁老头上一场讲，这老人家用不用共产党？你给我讲讲。提起共产党官员，他恨死了。你就想想，就这种情况很多很多啊。说这部队就一二百万人没有用啊。到那一天你就知道，你这是什么杯水车薪，是沧海一粟啊。你就想救习近平，救不了。何况部队也叛变，也分成各个帮派，是吧？然后那天徐老三是不是从监狱出来了，是吧？这麻烦大了，我跟你讲，徐老三在监狱里也牛啊！我跟你讲，据说也关押在瓦房店监狱，是吧？也在我那个监狱关押的。据说管教们见他就讲：“怎么样？你认识江平？怎么不认识啊？你不就是那个打那瞒报的小江吗？你太输了，是不是？小江当年就压在这个地方，你现在又到这点来，是吧？”我估计也能给他安排在那个监督岗啊，监督岗是最好的位置，就在里边改造，属于里边的中纪委，
是吧？里边的中纪委、国家监察委啊，那里边有意思啊。那几千人还有电视台，电视台有播音员，播音员还是就属于那个这个新闻人物是吧？还挺牛的，背个相机在里边到处给人拍照，写那个文章叫什么？叫有个报纸叫《新生报》哈。你写一篇文章减薪10天，我不写，给我气的，给那管教气的，说江平，你是这么能写，你就写减10天不挺好？早点回家10天，不写。我也不回答，他生气啊，老来做我的工作。他说你写10篇，我就回家，早回家就100天吧，不行。你毕竟看，就南沟岭监狱办的报纸，内部报的《新生报》，你查不到一篇我写的文章，我一篇文章也不写。咱也不就不能捧你啊，咱也不去是讲过激的言论，咱就不吱声，是不是啊？我心想，怎么能搞一个短波收音机，晚上偷听题材是吧？我再不去整这些事儿。这我跟你们扯远了啊，就这个部队啊，他改就是原因就在这里啊。人家就看中国网站今天讲的很好，他这篇文章最后讲，他说习近平出席了信息保障部队成立仪式，要求他们绝对忠诚党的领导。这次军队重建组成后，新成立3个部队都受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意味着习近平亲自指挥，必须向他亲自汇报。其实他也不听汇报，他哪有时间，就听钟少军的。钟少军去体会了，然后一路小跑，大哥，咱们表现不错，这次改了以后，咱们再也不放气球了。这钟少军本人他也不会打仗，他就是瞎忽悠。我觉得搞不好习近平都被他骗了。你就想想，你只要听别人汇报，别人肯定给自己听的事添油加醋，要误导你。人都是这样，你就包括你身边的朋友给你介绍，人的时候，保证是都加上自己观点，是不是？你包括有的读者见到我说。哎呦，你很好啊，长得就太帅了。你怎么有的人说你傻，可傻了，是不是？说是纯是个残废，说是。我说那是贬低我吧，是吧？你这接触我，你看我身体多棒啊，是不是？哎，我要跟你讲啊，就钟少军啊，其实我跟你讲也是大忽悠啊。你就想想这些军头们啊，肯定所有的事都想找钟少军汇报，习近平没有时间让他转达。那他转达的过程中，我相信有的可能是真实，有的就加上自己的这个判断分析。一旦判断错了，习近平就抓，那军头就抓了，说为什么军头抓这么多，抓烂套了，那就是钟少军汇报的时候瞎讲，他把他自己的观点带进来了，对吧？因为有些军头肯定反他，你要真的有本事的人，你像张又侠反不反的，保证反的。张又侠心想，你算个啥？你就电脑好啊，在网上再点一点，有啥本事？我打过越战。他跟他瞧不起他，是吧？那自然而然，他跟这个习近平汇报的时候，可能对老张就有意见，对不对？那当然，习近平不可能动张又侠了啊！我早就讲，他轻易不敢动张又侠。但是，类似张又侠这样将军不少，少将啊、中将，我知道，凡是读了大学有文凭的人啊，你像硕士、博士这些人，都瞧不起没有文化的人，很容易啊，你懂不懂？所以这个肯定他们对习近平不满。就钟少军就要发现，就报告习近平，是吧？前两天不又死了一个，就郑家凯吧，是吧？又死了个军头，也是63岁就死掉，那都不正常。估计是不是都是灭了？是不是啊？汇报，他有这种反水、反叛这种嫌疑。哇！习近平心想，宁可错杀1000，绝不放掉一个，是吧？习近平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现在胡整，整的部队里面现在人人自危呀，互相撕咬。你看现在部队到现在，火箭军还没处理，什么李玉超啊，就外边传说这些人，连李尚福，结局都没有。这证明什么？证明他不好判断呐、啊。其实这个部队军也用而不疑，疑而不用啊。但是，既然这个部队，你讲的主要是靠战争，等战争来临的那天，你就知道哪些人是有本事的了。但是到那时候啊，习近平想弥补自己的这个缺陷，来不及了，因为说不定哪个军头。一伙儿就像那个对着蒋介石一样的，蒋介石不就上华清池去，像上西安就张学良给抓了吗？是吧？张学良、杨虎城啊，你想张学良和蒋介石是拜把兄弟啊，你想他们给他抓了的，然后蒋介石逃跑的时候把他头一条腿摔断了，你看有意思啊！就台湾的现在的电视台也好，还是媒体啊，报道很多的重大事件，唯一啊。就是关于蒋介石被抓这件事儿，都是淡化，这证明他在掩盖这个丑闻，是不是？那蒋介石讲黄埔军校的历练出来，最后还能叫人抓，你想想，就习近平，何况习近平乎？好，谢谢，再见。